照着这四季，哎呀，顺时顺时，所以呢，有的所在欠嘛，有的所在过多啊，这就是咱即嘛现在的语言讲温室效应已经反常啦，所以呢，是规个气候变啦，气候啊不常啦，真正呢地水火风拢作下，会破灭了地球。破灭了人类万物，世代凋谢，就是造福人群，万物无生。所以需要的，咱足需要的。但是呢，伊那是无好啦，不凋啦，那真正就是灾难。那这些灾难从对到位去呢，无离开他日啊，咱这种根本的无明烦恼啊，再搁再复制无限无量，哎呀，罪业障碍有偌尼多呢？就是敢那对自己贪字，在家人啊。贪食的滋味，贪食的滋味啊！啊，无所不用的性命呢，都要吞要吃，这是真正呢，真正的软弱的性命，强者去吃伊。多一项性命无灵性呢，人。吞噬了天下万物的性命，你想这是不是真作孽呢？确实是足作孽的。所以啊，咱人贪食啊，甚至呢贪滋味吼，所以呢，伤杀生灵有够多啦。实在讲起来，真多。的灾难啊，人祸都是人惹出来啊！天地万物，哪会当共生共荣啊？大家人互相和平相处，那这个人间的会真水，有人伫咧叮当的互动互爱，这家庭会真幸福。所以咱呢？那会当然来疼惜动物，唔通杀害生灵。其实有个人讲，啊，但遐个精神啊，生落来就是要给人吃的，这是啥物人讲的呢？无安尼个代志啦，遐尼正多个鸡鸭啦，拢总是呢，生理人伫咧家己繁殖，不断伫咧家己繁殖，你看。去甲伊刺激，安怎生卵？啊，去甲伊刺激，安怎去孵？现在人工孵的，唔免家母去孵啦，用人工去孵，安尼伊的产量会真多。你想，这些啊，唔是讲人呐无甲食，啊，只个动物会加偌多起来？袂啦，是人一直去制造这个动物。所以动物愈多啦，咱这五谷啊、杂粮呢，都爱平真多去予这些动物吃。不管饲羊、饲牛、饲，要顶顶啦，要供应予人吃的肉，这些动物，你想，这些物件，伊一天爱吃偌多呢？牛爱牛油，你拢爱食牧草。这个牧草呢，为着要种牧草，伊都爱去锄山啦，拿。
真侪即个拿树拿呢，锉掉去来种草啊，种牧草。那因这鸡啊啊爱食饲料，这饲料呢，嘛是咱平常时五谷杂粮啊，嘛是同款来分配互因食。咱也会当，卖不断去改繁殖，去改改哦，制造因的生命起来，互因真正的自然的生育，让因呢有野生，因野生家己自然的土食，唔免人呢，将人的食物大量啊去互伊食。去饲，然后呢，即因的迄个白色物啦，真多。即种的白色物呢，污染土质，污染水源，安尼呢，予咱要食水啊，嘛困难啦、啊。因为呢，水质啊，整片。规片的土地呢，拢受这动物的排泄物呢，安尼污染啦。所以，这拢总是叫做恶性循环。因为你要去食，都爱真侪去饲，所以真侪去饲呢，都爱阁抢人的食的粮食。除了抢人食的粮食呢，也阁去污染着这片的大地。这片的大地呢，无法度通真正的顺性呢，自然的谷物杂粮生产，甚至咱人直接要食的水啊，都是污染。所以，敢若为着一日食日哦，道理呢是真大呢。各位，恁莫想讲下师傅敢若逐天讲贪，其实呢。因为咱人生啊，来到这个世间啊，拢是无注意到，咱伫日常的生活都已经犯啦，犯着这种的魔的正业，这种的业就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，所以咱尽量啊，咱爱改善啊。食呢，病从口入啦。对啊，以前 SARS 真正哩普遍伫咧流行的时，人人恐惧啊，人人惊，惊都无路用咧。所以我讲爱改善，大家人在改，卖食众生吧，咱的素食。素食其实足健康啊！食素食呢，会当互咱头脑清楚，互咱身体健康。所以伊讲精进食，健康食。那若加一寡人素食啦，即杀生啊，杀业都减少啦。所以为着食呢，杀害生灵啊。啊，为着这个心灵呢，都爱搁再去养殖真多，一种呢恶性循环。出家当然是素食咯，在家那会当人人啊，啊会当慈爱，那就是爱他，爱其他的动物。素食实在是培养慈悲嘛。培养爱心，不忍食众生肉，这都是伫咧培养爱心，互咱的心呢，嘛会当较温和啊。那肉食的人呢，性质会较暴躁，较容易爱发脾气。所以咱素食呢，嘛会当较温和啊。看牛拢素食嘛，你看偌温和咧，啊好呢。拢总是肉食啊！你看，哦，偌呢真暴恶啊！所以呢，牛力量嘛足大呀。所以讲起来，素食啊，绝对呢是
对身体呢无害啦，有益啦，安尼呢可能会当通帮助呢咱这个气候参加清净大地，那也会当呢清净水源，阁会当和这个气候啊，会当通回归自然。